全军出击！看好了，兄弟们，千万不要眨眼啊！好久没有玩剑魔，给兄弟们来一把剑魔。当然了，看一下小翅膀。这应该是剑魔里面最好、最珍贵的皮肤吧？应该。一段 Q， 二段 Q， 我得 A 一下，因为我 A 一下的话是最大生命值的伤害。啊 ，A 一下，漂亮，到位。这个对面中野双排可以啊，所以说我们稍微小心一点，准备好一打二，一段 Q， 二段 Q 接平，漂亮，到位，又赚了。一级我们把他打到半血以后，那基本上两级我们就极有可能可以拿到他的一个头。A 接一段 Q。接二段 Q， 接平，接三段 Q， 接捅，漂亮！征服者直接触发了。他现在已经没有药了，他两瓶药已经喝了。一段 Q， 二段 Q， 三段 Q 又到位了。我跟你讲，我现在是可以一打二的，我现在的状态以及我的兵线。所以说暂时不是很怕对面打野。好，到位了，打野被干渴了，来了老弟 Q 一二连接常德锁链，差一点溜了。我如果这一波击飞，感觉有机会可以拉到他，感觉他应该是有机会可以死，说实话。现在别推线了，等把线控过来，我要准备杀他了。这一波 A 接一段 Q， 接二段 Q， 喝瓶药，走，药喝一下，等下一发 Q 准备干他。一段 Q， 二段 Q 接平，接风三立体斩 ，A 死了他 ，A， 我操，有点东西啊！这个人闪现躲我的第三段 Q， 我操，厉害啊！我上当了，洪水晶来一个，真眼带一个，这个皎月可以啊，这皎月。关键兵线有点多，兄弟们。这个人有点东西啊，这个人。没有看到他的打法，我以为他这波线他补了线就回家，他结果没有想到直接反打我，这是我没有想到的。但是他现在还是不一定打得过我。他回家买了个燃烧宝石，也就是说他现在比我多个400块钱，对吧？400块钱不是特别多，瞅一眼，200滴血，150，也就是说他比我多50滴血呗，是这个意思。让他50滴血 miss 了，50滴血加上20%的冷却。这个人应该在偷鸟吧？这个人，他人呢？一段 Q， 二段 WA， 再捅，崩山立地斩 A， 来，征服者出发了，来对 A 来，谁怕谁？Q 要脸，二段 Q， 好，上当了，崩山立地斩。A 交闪，一走，好，到位，来，常德锁链，别急，一段 Q， 接平，接二段 Q， 接大包，300块拿来，漂亮，真眼立碑。
推了，溜了。其实说实话，感觉可以吃一层塔皮再回家。推了。感觉不需要回家呀，一段 Q， 二段 Q， 啊，是 W， 他在吃经验，这个人，他回家出了啥？一个攻击速度，让他700块，他的 Q 是一定要躲的，捅溜了。来，故意中一个 Q， 勾引一下。他敢过来吗？他不敢过来。他过来，他死了。他现在已经死了。一段 Q， 接二段 Q， 接长头锁链，接大鹏，接点蓝，蹦山裂地斩，没蹦到，我吐了啊！走位躲掉了我的二段 W。我其实应该慢点击飞的。应该会好一点，慢点击飞他应该是没了。推一下，推卸六级了，小心一点，小心被他塔下杀了。好，他应该回家了。耶，没晃到塔，不应该啊。他现在比我多个点蓝，一段，二段，三段，推了，先溜了哈，回家一下，走。我觉得他可能会骚扰我。哎哎操！我他妈想杀他这一波，我其实不想回家的。其实我这一波相对来说是更想杀他一下，走，其实感觉应该可以 Q 击飞，可以整的慢一点会好一点，讲道理。小心一点，有点小逆风，但是问题不大。皎月七级，他现在应该是打不过我，把兵线推了，偷鸟去了。作为一名顶尖的中单，你不把野区资源巩固一下，你怎么去领先对面呢？你光靠中路的兵线的话有什么用呢？咱们互相都是两边的经线，我一辈子压他不是特别多，但是我偷鸡不一样。我现在74刀，他几刀？他35刀，差距已经领先了现在。我一瞬间有800块钱，可想而知打钱能力有多恐怖。推了，再偷对面的小鸡走。作为一名资深的中单，你必须要会打钱才行。阴一下，他可能会过来。 A 常德锁链一段 Q 交闪不杀，江湖规矩，很好。他是没有闪现了现在，但是我要小心这个，这里小心对面，他们可能会过来。准备好一打，准备好一打二了吗，兄弟们？一段 Q 接 W， 接二段 Q 击飞，接蹦弹立地斩，接捅，可以啊。一技能夺我的第三段 Q， 太细了。我现在其实想对面打野过来抓我，因为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打得了大，打得了将。不然的话我一直在跟他中路发育，其实感觉差距拉得不是特别明显。偷个鸡，骗了。感觉对面打野应该在来的路上，直接回中路推线就行。
感觉可以吃一层塔皮，应该可以。我感觉没必要去了，这个打野干得过他，我就没必要杀了，推了，塔皮拿一下。嗯，你来呀，你过来呀，哟，你来呀，来啊，吸血，吸血，吸血，闪现，不闪呢、啊？不闪就带走你，推了。再继续吃一层塔皮，嗯，溜了，再推一波去，感觉真的可以再吃一层塔皮，推了，人马是没大的，因为刚才咱们家打野把他大吓出来了，直接溜了回家，直接2500块钱起飞了，走。嗯，哦，他没有，哦，他没有闪现，怪不得呢。他没有闪现，那就好打了。黑切，死亡之舞，来一个。当然，死亡之舞我们优先出哪一个呢？出这个，因为有护甲，也有魔抗，刚刚好，优先出这个，便宜一点。嗯，那基本上我现在就无敌了，因为我的等级现在非常高。懂吗？已经无敌了，还是老规矩，兄弟们，作为一名顶尖的中单，必须要把鸡巩固一下，偷个鸡吧，鸡囊。哦，溜了，非常好啊！哎，有一点戏啊 ！Q 一二连 ，W 二段 Q 击飞，蹦三烈力斩捅，哎呀 ，A。A 一段 Q 击飞，二段 Q 崩山烈地斩捅，往回拉溜了。这个两个人是双排的呀，你就这么把你家队友卖了，我不跟你双排了，退了，直接吃塔皮了，感觉可以越塔。一段 Q， 二段 Q 常德锁链，没啥。再接一段 Q， 偷个鸡吧。嗯，没有，偷个红吧。我身上没有红，说明他有红 buff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刚才把他杀了，他没有红，说明他红 buff 没打。这就是意识。有人会问什么是意识？这就是意识。溜了，啊，推。继续推卸，推推推，来了老弟，一段 Q， 二段 Q， 嗯，一段 Q， 二段 Q， 三段 Q， motherfucker， 法拉利，哎呀，可以到位了，大灭一排。我的膀胱看到人马了，他死了，他跑了。其实感觉可以故意让他们再打点血，感觉我一个人打两个人是肯定可以打得过的，好吧？真的可以，感觉故意可以故意跟他再打点血，会好一点。偷个鸡，来，虽然说我没大，但是对面的也没有大。所以说我们二打一，他们二打一应该打不过我，我觉得应该是不一定打得过。来，他们有峡谷先锋，可以啊，到位，别放我中路啊，放我中路必须要干你，你丫的不怕死是不是啊？是不是不怕死？我发现你。跟人沾边的是你，是一点不干的你。跟人沾边的是你，是一点不干的你啊！一段 Q，W， 交场不杀，江湖规矩。推了，
A 一段 Q， 哎呀 ，D 来了老弟，交叉一段 Q，A 二段 Q， 哎呀，你给我走啊！赶紧给我走，中路无敌了已经，对了。推卸，一段 Q， 二段 Q， 三段 Q， 我法拉利怎么又没了？两台法拉利没了，这游戏没搞头了。鞋买什么鞋呢？这个时候肯定会有谁有后方鞋，我们应该买什么鞋？先分析一下控制多不多。减速。减速，也就是说对面的缓速比较多，而水晶鞋是有什么呢？减速哦，说明说我们带水晶鞋性价比会更高一点。嗯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偷个鸡，鸟偷一个，插个烟，确定吗？一段只有长德锁链，二段只有，哦，一走。兄弟们，好，我是随便插的，好，看我吸的多还是你斧头甩的多？你没闪了吧，老弟？不大崩，长毒锁链捅，你看，这刀妹跟人沾边的事，你是一点不干的你，太会 K 头了，这个人，推了。偷个鸟，漂亮，相当的漂亮。吸血而且很高，因为我带的是死亡。哎呀，来了老弟，别怕，一段 Q。哎呀，操你这，可以啊，牛逼 class， 对了。跟人沾边的事，你是一个不干的你。三郎哪一个？偷哥，有错？一段 Q， 二段 Q， 崩山裂地斩 ，A 大灭一开 ，A 我 A 我一段 Q， 我二段 Q 交闪现了，我长德锁链我 A 我一走别急我点蓝，我一段 Q， 我二段 Q 七我三段 C， 为什么这个人我打不动他呢？奇了怪了。反甲加上日炎加布甲鞋，我为什么打不过他？那我出什么样的装备才能打得过这个对面的这个什么玩意来的？蒙多呢？我好，我干不过他。捡回复对面的话，菜刀队也不是特别多，买个青羽吧。鞋的话，买个什么鞋呢？鞋的话，来一个水银鞋，应该可以。不是我打他不掉血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奇怪了。他有反甲吗？他也没反哦，他有反甲，我吸不了血。就是刚才的话，其实我是吸不了血，但是他呢，我打他痛，我自己痛，而且呢他还烧我，双重痛，所以说我打不过他。但是我这个青羽一座，他不一定能打得过我，你信不信？兄弟们，说出来你肯定不相信，推了，十四级，哎，听说你没啥，可以啊，哎，你尬不尬你？走位，哎，你干嘛呢你？神经病这个人，你赶紧玩个斧头像个憨批呀、啊！长德锁链，我靠，这个人好像个变态，这个人完全无视防御塔。三郎拿了吸点血，拿个蓝 buff 吧，吸点血。这刀妹打不过他吗？不应该吧。
我操，这把蒙多咱们要小心一点啊，这蒙多有点狠。我现在单挑感觉还真不一定打得过他。伊泽瑞尔也有点狠，五杠三这把的话，对面上路和下路有点狠，对面中野是废了。也就是说，接下来我出的任何装备都是要克制对面 ADC 或者对面的上单的，好吧？因为我们的敌人是谁呢？就是对面这两个，其他人对于我们来说是没有任何威胁的。鸟没有，他们可能要去打。小心一点，21分钟210刀，1秒钟1刀。其实我这把补刀还可以。来，哎，好，好，非常好，好，非常好，点了，一段 Q， 二段 Q， 操了，被仙人跳了，草里面有四个人。那我这一把应该出什么呢？哎，漂亮，漂亮！血手来一个，血手买了，买个复活甲无敌了。这个买血手，这个买青云，这个买复活甲，无敌现在。基本上装备的话，知道这把应该出什么，就这么出嘛，对吧？大龙，这个想打大龙，能打到大龙就稳了，因为打野在下路。感觉对面打野应该不会过来，可以吗？怎么说？推了推了推了，漂亮！有人说出个小绿甲，为什么出个绿甲呢？这位吴彦祖 ，AD 伤害 ，AD 伤害，出绿甲干嘛？对面已经有反甲了，吸血吸不了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回复的话是减半的回复能力。下路带一下，就我这个补刀以及我的战机，凭什么我打不过对面的上单？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。懂喽，一德，你好像个憨批，还想跑呢？我这把炮车是跟我有毒吗？这把怎么一点补不到呢？奇了怪了啊！推一段 Q， 二段 Q， 三段 Q， 如何是好？如何是好？好了。来，干他！一段 Q， 二段 Q， 吸血三段 Q， 好，老树藤盘根了，一段 Q， 护甲削了，两段 Q， 三段 Q， 接平溜了，别急，继续吸，一段 Q， 二段 Q， 继续追 ，EW 二连，三段 Q， 往后拉，别急，交铲了，减速了，到位，一段 Q， 可以啊，对面有点东西啊。我操！这一波给伊泽瑞尔拿了三个头，我没想到啊！偷个鸟，他们不会打大龙吧？大龙好像没了，上路带一下。感谢龙骑士龙少爷送的飞机，感谢龙骑士龙少爷，感谢老板，老板。大气，大崩，可以。你看我几级？我16级了，对面中路只有12级，我现在压他4刀，4级，什么概念？嗯，把血手做了，2000块，差20000块，再推一下。我大龙 buff 马上没了，赶紧的。兵线推了，直接回家，快没了，快没了！操，
既然没了，那就来一波石头人奖励一下自己。舞刀还是很稳。作为一名国服老牌中单，补刀必须要稳健一点才行。回家，血手拿下了之后呢，那基本上团战就很难出，很难死了。来，撇炮，好走位，少侠，少侠，好跳。老叔开始盘坑了，来来。给我制裁一下，别怕 ，Q 一二连，长泽锁链，二段 Q， 别怕，大崩，大灭一排 ，A 一下，我现在非常弱，一段 Q， 二段 Q， 哦，大崩什么意思 ？A 你怎么了 ？A 你怎么了 ？A 你怎么了？一段 Q， 长泽锁 ，A 你怎么了？来。我跟你讲，出了血手的剑魔那就非常恐怖了。别急啊，下路带一下，下路皎月就我这点血，我故意中你个 Q， 你敢过来吗？哟哟哟，我就扛了个塔，你打得过我？你打得过我？你干得过我？我吸血，我二段吸血，我再吸，我再吸，我溜了，回家了。下一件买什么装备，兄弟们？我这个技能还空啊，我这技能不空了。青鱼买不起，青鱼买不起。下一件直接买复活甲吧，感觉青鱼的话收益不是特别高。因为我们毕竟不是打蒙多的，我们的目的还是要去切对面的后排，前排打的不是特别痛。兄弟们有计算的吗？这个女刀锋拿了几个头在我们这边？应该不下五个头了吧，对吧？哇好。我发现那个刀锋一直好容易开头啊！哎，你真以为你打得过我，小逼崽子？来，谁怂谁孙子，好吧？别喊人，谁怂谁孙子，好吧？来，喊人是吧？懦夫！我们家队友呢？好的。好了，漂亮！不是我们家队友人呢。我跟你讲，他正儿八经一个一打一，他还真不一定打得过我，好吗？第一，我等级比他高；第二呢，其实我输出的手段比较多，好吗？他开火的话，他可以自己掉血的。1954出来的话，2000块钱，那直接买个大青鱼吧。钱，哎呦，钱得充分利用才行，不利用不可以。只会喊人。嗯，好，听你来了。哎，闪现，哟，怎么说？这两个人双排都黑铁，这两个人，我好，这个我听说这个中野一般双排都很厉害，这两个人双排。掉分呢，这两个人。对了，知道刚才那一波为什么会赢吗？因为我们吸收了陈盾的输出，骗了陈盾的技能，导致队友来的时候，其实对面已经没有什么技能可以用了，好吧？要大没有大，要救赎没有救赎，来，草里肯定有很多人，漂亮，一段 Q， 二段 Q。好，三段 Q， 来，好，很好，一段 Q， 二段 Q， 走，好，交叉 A， 来来来，哎，一段 Q， 二段 Q，A， 三段 Q， 从西西
吸，一段 Q， 二段 Q 吸，中山烈地斩吸 A， 来常德锁链，一段 Q， 二段 Q E A 吸，别急，等等下一段 Q， 啊 Q 一要连，常德锁链二段 Q 吸 A， 捅吸血，我刀呢？我想死，兄弟们，这波，兄弟们早点结束我吧，我想退役了，我想给自己来一刀，现在，不要拦着我，千万不要拦着我，我刀呢？刀坏了，算了。我操，这一几波为什么一个技能不中？哪怕中一个技能他死了呀，我他妈一个技能没中。他打了我多少滴血？他打了我1500滴血。我操！我打到他，我还可以吸血，凯旋还可以回个血，不带死。反抢可以，都出反抢，相当的到位。不过还好，影响不是特别大。来个把这卖了，直接买复活甲了。那接下来。兄弟们，接下来我的输出就很高了，加40点攻击力是什么概念？你现在看我的 AD 400多 AD， 杀谁？皎月，没有中亚的，漂亮 ，Come on baby， 大面一开，一段 Q， 二段 Q 接长刀锁链，接东山烈地斩，别急，点蓝一下，好，接一段 Q， 接二段 Q。接大风再见，接吸血，再接吸血，接长德锁链，接一段 Q， 接二段 Q， 再接平，接蹦山烈地斩，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天神下凡？三条龙，队友想不想打大龙？就现在我这坦度起来，这个 ADC 杀我就刮伤，这个 ADC 打我不通的。吸吸，直接推塔了，漂亮！回家复活甲加愤怒合计还是钢铁合计？肯定是愤怒合计，三郎拿一个，三郎没有，那就阴一下，感觉皎月可能会继续带线，如果不带的话他就没地方发育了，他继续带可能会死，肯定会有人的。哎，一顿好，原来这里有眼，我操，我上当了，兄弟们，上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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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兄弟们，上当了。我可以穿墙，你可以穿墙吗？哦，原来这里是有眼呢，兄弟们，我靠，这些人好阴险，这些人是老阴逼啊，我操，怪不得人不见了，原来他们喊人了，我靠，有埋伏，有内奸，溜了，复活甲，咱们这边有鼹鼠，知道什么是鼹鼠吗？嗯，来个来了，老弟 ，Q 一二连，长德锁链二段 Q， 三段 Q， 一走，来吧，来，来了，老弟，来了，老弟，吸血，算了，别打，咱们家那个刀妹死了。上路兵线带一下，吸点血，吸点血，吸点血，漂亮！直接推中吧，先把这个蓝莽了。推了，到位了啊，到位！咱们这边有内奸呢。有红 buff 有没有？漂亮！
漂亮。那感觉可以一波了呀，说实话，对面中下了都死了呀，开大面推塔喽，不是的，推塔不是就行，推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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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只有我一个人在兢兢业业推塔，而他们在兢兢业业打架，我推塔，我推塔，我推塔，我点蓝，我捅一刀，我一段 Q， 我吸血，我推，我推塔，漂亮啊，到不到位，兄弟们？这一把值不值得你点一波小小的关注啊？如果你觉得主播的技术值得你办张卡，不妨给主播办张卡，加入超级粉丝团，就问你值不值得。伤害是全场第二高，对面蒙多打了这么多输出，厉害。